兄弟们，这个法系2637的法伤，同时还兼顾了12.28%的法爆，12.29%的法爆啊！这魔王禽兽，究竟什么样的装备让他拥有如此恐怖的属性？就连主播老王看完都大呼禽兽。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天花板级任务魔王寨吧。兄弟们，无法爆2637法伤啊！兄弟们，这个法系2637的法伤，同时还兼顾了12.28%的法爆，12.29%的法爆啊！这魔王禽兽。那十段的灵士，14段的永不磨损装备，15段的永不磨损打装备，不是打 PK 啊，非常的有体验了。还有一只出奇须弥雷龙，出奇须弥龙游雷龙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再重新看一下全身10段灵士最高。最高的法术宝宝2067加上天赋符2200的法伤，龙游再加上这个就是变成了2400多，出奇再加上就变成2600多，2600多再加高魔心啊，超过3000法伤的一只宝宝，试一下泰山压顶。